位列京西四大名关之一的故关长城，有着怎样悠久的历史？我们的到祁阳这条路啊，就是从这里走的，大概就有几千年的历史。在1250摄氏度的高温下，我们常见的土与火会上演怎样的传奇？太行深处采柿子，有着200-300年历史的老柿子树上依然硕果累累。像加了糖一样。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长城内外》第53集，行太行故道，品古味阳泉，正在播出。从阳泉市区出发，向东北方向车行约50公里，进入平定县新关村，在太行山中坳的山川丛峡之中，山势突兀险峻，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故关。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长城内外摄制组继续在阳泉的行程。看看我身边山崖上的这两个大字故关，我们已经来到了故关长城的脚下。那么这一段长城呢，也是由娘子关向南继续延伸出来的一段长城。其实呀，你看看我身边周围的大山上的城墙，你会发现这一段长城它的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所以在古时候这儿也被称作是京西四大名关之一。那著名的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到这儿考察的时候，也把这儿称作是小八达岭，这个名字其实也可以凸显出来它重要的战略作用。那么关于长城的那些故事，我们一块儿登上长城去发现。眼前这座修建在巍峨的太行山脉之上的故关县隘，与北京的居庸关、河北的紫金关、倒马关并称为京西四大名关。平定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明奎老师已经在关楼下等候我们。像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通道应该是什么通道？这是应该是从这个应该是条古驿道。古驿道。古驿道就是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啊，他不修了两条大驿道嘛。一条是从西安阳到湖北，到江苏对的，到南到乌土，毕竟祁阳。我们的到祁阳这条路啊，就是从这里走的，大概就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往里走走，你会发现啊，不管我们走多远，这个厚厚的石板上都有这个两条像这个长沟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呀，李老师？也叫车辙。车辙。车辙啊，它就是那个过去那个木笼子啊，车上不是安了个笼子吗？笼子外边有一个铁皮。它来回压的。这么多年都给保留下来了。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辙，我可以用手给大家量一下啊。大约也得有10多公分的样子。20公分。最深的呀。差不多有最深的地方有半尺。这条蜿蜒的古道曾和河道并行，古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可谓要塞绝险。这里是古代晋冀豫三省穿越太行山相互往来的8条咽喉要道之一，位列太行8行之第5行，是山西东部进出太行山的唯一通道，所以历史上这里曾是一条军事、经济、文化要道。司马迁、韩愈、孔商任等人都曾在此留下过诗篇。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城墙上来了哈，一进关口发现这一段的这个结构很独特，它像是有两段这个城墙平行着过来一样。对，这个地方的瓮城呢，比其他地方那个一个，它是个月牙形的瓮城，它也是这个地形决定了它的。老百姓讲这个瓮城就叫过去的，他的敌人进来以后把他们放进来以后，两边都是兵嘛。挂住门脚，文中断臂也好，大门大鼓也好，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段100余米长的弧形瓮城圈，设计的十分巧妙。城墙坚厚，高耸万仞，城墙上炮台林立，自古就有一夫扼关，万夫莫当之说，被誉为神经天险门户。明末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途经这里，看到地势绝险，怕有伏兵，只好拨马回兵，续到宁武进京，并感叹此关插翅难飞。故关长城分为南北两段，
北起娘子关嘉峪沟，南至白灰村村口，绵延曲折长达20千米。明代内长城是扼守战略要点的第二道防线，从山西西北部的偏关自西向东，绵延1600多公里，连接了北京的八达岭、居庸关，最后在北京延庆四海野和外长城交汇。作为内长城重要的关隘之一，秋日的故关在阳光下多了一份柔美。据我看有些资料，这故关石棺呢，大概在这秦汉时候都有。秦汉时候有，很早就有。当时候他这个石棺这个，它这个防御功能，主要是那时候那中原那中心政治经济中心是西安长安这一带嘛，它在这一带，所以它这个是这个古关这个防御功能主要是防东边，但是这个明朝这个明成宗迁都北京这之后呀，这北京就成了个东边了，是吧？这个古关呀，它这个防御功能应该是很差的，它防东可以，它防西就有问题，所以说呢，它就。实地考察了以后，就慢慢的西移，这个峡谷里边西移十里，就到了这个古关这里，又做了个长城。当时做了个关隘，啊，他就叫取名古关嘛。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建唐的古。所以说是叫古关和古关是一回事儿。老比说是叫古关没有古关古，就说咱们这个个没有那个古。但是那个呢，没有这个古关，没有古关古。是那个意思。李明奎老师是平定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多年来走访了阳泉境内的多处长城遗址。故关长城景区的开发保护，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他告诉我们，现在的故关长城遗址虽然多为明代建筑，但据考证，实际上它的历史要远远早于明代。这个古关长城啊，是我们的国内可靠的很少的石器长城。这个长城的起源是起源于中山长城，罗振先生考证说起源于中山长城。这个中山长城呢，就是那个史记赵世家记载啊，公元前的369年，中山做长城嘛，有这么个记载。当时这个中山国呀，那是个诸侯，那春秋是个小诸侯国家嘛。小诸侯国。他这个现在他这个位置好像就在这个河北的定县、平山、定州这一带。他这个疆域呢，好像就是我们这一块儿，这古关这一块儿，正是他的西南边陲。他是个小国家，他周边呢都是大国，东边是齐。北面是燕，就北京这一带嘛，东边是齐，这一带呢就是赵和金。那其实如果按势力来划分的话，他的势力应该是最弱。最弱的，所以那个中山国就经常发动战争，他就修他的边疆，修这个长城，然后来作为一个防御。像罗振文先生刻着中山长城，就是从这个倒马关、紫荆关，到这里直到邢台的黄明明子关。这500多里，这都是中山长城的遗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走的虽然是明代长城，但是它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起来的。李老师说，根据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考证，春秋战国时的中山国所修的这段长城始建于公元前369年，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建的万里长城还早155年。所以从始建年算计的话，故关长城距今已有约2374年的历史。如此久远的历史遗迹，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见到。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这座2000多年前的长城屹立在山巅。咱们这边看的这一段呀，这就有可能是那个中山长城的故遗迹。是哪一段？就是从这个地方到上这里啊。对面山坡的这一段，对对对，因为他去年跟你看了一下，他没有沥水，
主要是干石头摞起来的。所以说很可能是那中山长城的遗址。那像现在我们走的这段是明代长城在这个古中山长城的这个遗址上建起来的哈。对呀。但是当时明代长城有把那段长城也连起来吗？有，也连起来了。也连起来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的也应该是明代的时候他修的一些留下来的痕迹。对。哇，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这么多年没有人再上去修复了，但你现在站在这个对面的方向去看，它仍然还能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墙体。您上去过吗？大概20年前上去。20年前，但是最近是不是现在还可以继续上去吗？为了保护这座比较珍贵的古长城呀，在这个古关长城开发过程中呢，我们就故意这个地方不通道，也不允许任何这游客前去，这就说是，我们虽然是现在上不去，上不去呢，就是为了让保护它这个原样。不要让这个游人对它这个自然景观进行破坏。所以其实虽然现在能看见哈，但是还是不要让大家上去。对。是的。登上烽火台远眺，远处的古中山国长城蜿蜒在山脊之上，夕阳下更显雄奇壮美。千百年来，它就这样默默地守护和见证着这一方土地上的变迁。古老杀气，怎样跟上现代的时尚新生活？在1250摄氏度的高温下，我们常见的土与火会上演怎样的传奇？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长城内外》第53集，行太行故道，品古味阳泉。摄制组继续在故关长城脚下的旅行，沿着故关长城向西约35公里，就进入了自古有杀气之乡美誉的阳泉市平定县县城。摄制组慕名来到平定县灌庄村的灌窑，经过提前联系，平定杀气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张洪亮已经在等候我们。根据平定县志记载，这里的杀气制作工艺历史悠久，始于唐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好像肉眼直观去看的话，感觉这个杀气跟我们概念当中的那个陶罐啊很像。它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配料不同，制作方法不同，嗯，还有烧制温度不同。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杀气，张洪亮花了20多年心血，从各地收集来100余件藏品。这些从商周到明清时期的杀气用具，展现了杀气自古就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你看，像那些呢，就是摊煎饼、烙饼的啊，它是啊，那个大器皿呢，这个是目前我在中国见过最大的杀气，蒸那个年糕的。哦，它这一个就是现在的大饭甑。对，它这一个呢，可以蒸1斗米的年糕。哦，这些呢，就是洗菜的，蒸豆芽的，平定杀气呢，煎药不变性。煮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栽花不烂根，烹茶不变香。然后呢，杀气耐酸耐碱，它呢无铅无镉。平定杀气制作了上千年，对原料的选择很有讲究。在张洪亮的工作室外，就存有数吨这些年他陆续积攒的优质土源。张洪亮说，像这样的铝矾土和白土资源，在县城周围储量丰富，本地人俗称杆子。它色纯、绵软、杂质少、可塑性强，是制作杀气的绝佳材料。追求原汁原味是蕴藏在平定杀气中的一种境界，所以在张老师的工作间，至今还沿用着最古老的纯手工烧制杀气的制作技艺。真的是，我在这儿只能让它前后的这个变化，这很难，很难让它有一个方向性的变化呀。是也了不得，一般这个呢没有长时间的是很难让它动的。这个大桅杆重达600多斤，已有200多年历史，在记者手中不听使唤的它，在张老师手里却能运用自如。过去新入行的学徒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桅杆，需要数月练习才能挥毫沙土。
经过反复多次的碾磨后，筛出最细腻的沙土作为最重的原料，和成泥块，反复揉打，制作沙器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中国历史上，平定沙器与宜兴紫砂陶、广东沙包齐名，史称三鼎甲。将揉好的坯泥拍成饼状，铺在慢轮上，用木锤均匀地敲打开，然后放在模具上，慢慢用手掌扣出造型，随着轻轻拍打，一个小碗已经初步成型。张老师说，这一个环节虽然看着很简单，其实非常考验功夫，如果用力不均，就会导致做出的器皿薄厚不一。哎，它怎么不转了呢？对，它这是慢龙嘛，对，在边转，慢点转，边转边割，边转边割，边转再转。对，转的时候刀呢，它就根据这个程度的刀要往里走，往里吃。嗯，要用力，用往里使劲儿是吗？对，你现在已经把它割透了。张洪亮说，平定沙器现在依然沿袭着仰韶文化时期的慢轮制作工艺，在张老师的帮助下，记者也做好了一个小碗。张老师介绍，沙器烧制需要等坯体完全干透后进行，但为了拍摄，我们用吹风机将这个沙网快速吹干，准备将它装窑烧制。装窑的过程十分考验勇气，窑中的温度现在也有大约80摄氏度，只是靠近炉窑边都能感觉到热浪，而张老师还需要徒手在窑内放置好每一个待烧的沙器，足见这项工作的不易。这个您在往里撒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不告诉你。哦，这个就是保密的，但是撒进去，烧制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是吗？是，其实也没什么神秘，就是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技艺的一个传承和一个什么呢，模仿，所以说我们有些不传之秘是不便说的。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整个过程？整个过程呢，我们从现在烧一会儿呢，估计有40分钟差不多。40分钟。是，也就是说我们最多再有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这个去品尝我们这个碗了。盖上扣锅，燃起旺火，窑内奏响了吐与火的交响。烧窑用的是山西当地盛产的优质煤炭，烧制沙器需要让窑内迅速升温，在40分钟内从80摄氏度上升到1250摄氏度。我们远方的家栏目在前几个系列里也曾拍摄过龙泉青瓷、景德镇陶瓷等需要烧窑制作的古老手工艺，但是像平定沙器这样仅需要短短1小时左右就能烧制成功的还是第一次遇到，这让我们愈发期待一会儿起窑时的情景。大约一个小时，张老师提醒我们可以起窑了。嗨，看到了吗？哇，真的是，我现在体会到一个词啊，叫浴火凤凰。刚才那小碗从这个窑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完全是烧得通红金黄的，然后你看现在这个窑盖上就好像有特别多特别多的小金豆在飞舞在奔跑，上面也顶起了一束火光。张老师，这个过程叫什么？这个就叫熏制工艺。熏制工艺啊，是。它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吗？里面其实这个熏制工艺是为了帮助咱这个坯体更快的降温。其实你从这个烧制沙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得到，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古老的中华文化，它所有的一切都要跟自然跟天时结合到一起，包括现在我们虽然是借助火，但是也要尊重火，当它自然的熄灭之时，自然的散发温度之时，才是我们打开这个盖子的时候。刚刚出窑烧得通红的沙碗被工人从窑中快速抬起，放在一旁装有锯末的熏制坑，盖上扣锅，帮助降温的锯末燃起的火焰迅速顶过扣锅顶端的孔，整个过程都是近距离在1000多摄氏度的极高温下完成的。张老师告诉我们，这种传统的烧窑方式烧制出的沙器色泽更为沉稳温润，
而它本身也是对沙棘工艺古老历史的保存。大约也就是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你看看这个表面上也已经恢复了原来刚刚盖上的样子哈。是，现在是可以打开了吗？张老师，现在可以打开了。可以打开，可以打开了啊。你要戴上这个手套隔热。它现在还有一点余温。哦，是吗？还有一点余温，你感受一下。可以看一下，还真的是有一点余温，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还在往外冒这个热气。是，这就是下午你做的那个。这是我做的那只碗。是啊，天还在。真的，我写的字还在这，它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天一半人一半，上天赋予的。哇，现在还是有一点热的啊。是，哇，我都不敢认了，你瞧，因为刚刚放进去的时候它应该是发白的那种颜色，然后现在你看像是镀了一层这个黑金在外面，非常的好看，闪闪发亮，又银又黑。是，这个就是圣诞还原啊。这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烧制技艺。这可以算是窑变的一种吗？它是肯定是窑变。里面它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纹理，它就是已经在表面上形成了。这就是我不告诉您的那个。哦，也就是您撒的那个粉末，现在就变成了这样。对，变成这样，给它了一个天然的肌理。小小沙器，有着这片黄土地上原汁原味的古朴厚重。张老师之前撒的秘密配方更为碗心增加了装饰效果。更有趣的是，张老师介绍说它还具有软化水质的特殊功效。为了验证，我们用记者做的沙碗和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分别倒入口感颇为刺激的山西陈醋进行一次试验。嗯，很酸，这像喝药一样的。因为平时这都是暂时的这个佐料哈，没有，很少是这样空口的把它喝下去，包括我现在说话的时候，这个醋的酸味还在我这个上颚停留，还在口腔里面。其实大家听我说话也能感觉出来，就是因为唾液一直在分泌，太酸了。我倒在这里面一点哈。是，倒一点进去，我再喝一口茶漱漱口哈，把这个前面酸的那个口感给冲洗掉。老觉得像我鼓起勇气才能喝下去一样。好神奇啊，就这个好像真的没有那么酸。是，瞬间就是有这个感觉。就是它也是带酸味的，但是你会觉得啊，就这个味道渗透到你的这个味蕾当中的时候，它就像触发了你很多神经一样。如果说这个玻璃杯里面的这个醋呢，我喝进去它可以深入到我的舌头，比如说一厘米这么宽，那这个的话可能只有5毫米这么多。就是它也酸，但是会柔和很多。是，神奇的味觉体验让我们的记者越发好奇，不由得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张老师说，这其实是因为沙棘的上坯中含有大量活性炭，起到了过滤杂质、净化水质的作用，同时自身不与食物中的酸、碱、盐等起化学反应，所以平定沙棘既有吸附作用，又可以较长时间的保持食物药物不变味。根据国家权威检测机构鉴定，用平定沙棘煮水还可以分解出人体所需要的钙、镁、钒、锰、铁、铜、锌七种微量元素。离开工作室，我们来到张老师的作品陈列室。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最早接触应该是不到20岁就开始接触砂锅了。但是平定人呀，几乎就是从小就是出生牙牙学语，有了记忆就开始接触砂锅。但是正儿八经说接触这个砂锅呢，应该还是荷兰人，是在这个99年的时候。嗯，说砂锅呢，我们都知道一般说就是10%-10几的一个渗水率。嗯，它和瓷不一样。可是这个客人的要求呢，他是自己的一个
要求，就是必须达到零渗水率。荷兰客户近乎苛刻的订单要求，让接下订单的张洪亮之后差点放弃制作。他前前后后建了十多座窑，反复进行试验，每天近距离接触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让他的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那个时候呢，女儿刚出生，刚出生就是每天呢，我和我爱人，当时我们因为也比较苦嘛，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我是装了200块钱，背着12万外才开始发展的，所以当时一片废墟，然后又给荷兰人接了这个订单，就特别的苦。那个时候像我们过春节就过不了年的时候呢，就在这里面就反正就是在这里面和外人待着，借钱也借不到，就这样。有一年就说买点肉还让狗吃了，这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以前呢就说砂锅还好一点，现在说砂锅，但是一说砂锅总是怎么了，这个砂气啊给了我一个等于是嘛，为什么我看砂气和别人不一样呢，等于他像我的子女，我们一路结伴而来，他在成长，我也在成熟。最终张洪亮花了5年时间，终于成功地把近7000件砂制花盆交到了荷兰客户手中，他的砂器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很多传统砂器经他改良创新，更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你看看这个砂锅这么轻，它这个砂锅呢也就是几2重哦，因为现在这个要说呢，因为砂锅呢它本身它的密度小，它和别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没有想到，你看这个砂锅特别轻，而且说实话摸起来的手感像鸡蛋壳一样，是就是那样的手感。那现在您的砂锅就是像传统的砂锅一样吗？它也会怕高温，有的时候使不好可能会炸裂吗？我们这个砂锅呢可以做干锅，就比如说烙饼啊，或者说煎鸡蛋啦、烤肉啦，都没有问题，是都没问题。如今平定县的各个砂器厂每年大约生产各种砂器100多万件，作为平定砂器制作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洪亮也希望能把这项古老的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太行深处采柿子，有着200-300年历史的老柿子树上依然硕果累累，像加了糖一样。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长城内外》第53集，行太行故道，品古味阳泉，正在播出。摄制组继续在阳泉的旅行，我们来到是恰逢金秋时节，故关长城所在的太行山区沿线满是丰收的景象。离开平定县一路向北，就到了盂县。走进金秋的鳌头村，空气中仿佛都散发着甜甜的果香，河边茂密的柿子树在阳光照耀下成了秋日里一道独有的风景。瞧瞧这眼前全都是柿子树，而且特别高。嚯，你看我怎么甩，我怎么甩，他穿着黑色的衣服，我还没注意。哎呀，小心小心小心，这么高的树上你们在忙呀？这在摘柿子吗？我们遇到的这两位村民是父子俩，儿子负责上树采摘，父亲在树下保护。那这树已经在这儿栽了，是你们自己栽的吗？不是，我们老辈儿老，哎呀，老老的老老栽的。像现在你们摘的这一棵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呀？哎呀，有个20-300年了。20-300年、哎、韩国栋说，我们来的时候刚好过了霜降，正是村里人开始采柿子的时间。黄灿灿的柿子在秋风中摇曳摆动，圆滚滚地坠在枝头，一串串在树枝上溢出了流彩的世界。站在树下向上望，这棵老柿子树的主干约有6米多高，而韩立峰所在的枝干还要更高一些。他的身上没有其他保护措施，他小心翼翼地用手中长干的一端夹住长着柿子的树枝，用力拧下来，再将长杆慢慢收回，取下夹下来的柿子，整个过程显得十分熟练。但这还是让在树下的我们为他捏了一把汗。为了能近距离的看看韩立峰在树上是怎样采摘的，我们请韩国栋找来一架梯子。啊，太紧张了，特别紧张，
因为感觉脚没有地方能站了。哎呦，哎，啊，小韩，我来找你了。太难了，我现在只能这样靠着，不知道手有什么地方可以使劲了。哇，上来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在这么高的地方摘柿子，刚才我还觉得因为满树都挂着金灿灿的果实，可能上到高处也就都忘了这些事儿了，但现在我自己都不敢往下面低头。爬上来以后我们才发现树干非常光滑，很难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而且我们距离韩立峰所在的位置居然还有一段距离。怎么样呀，你在上面摘了多少柿子了？快一篓啊。快一篓了是吗？哎呀，我这儿也有近处的，你能把你的工具给我，让我感受一下你是怎么摘柿子的吗？行行、啊、行不行，我们俩现在隔着五六米隔空对话。哇，这个木杆这么重啊。哎呦，天哪，怎么用呀？你把那个弄那个字里边。哦，开叉的地方是吗？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工具啊。你看，这是一根竹竿，他们把中间给劈开了，特别聪明。劈开之后，然后用一个这个铁丝给它把中间这个缝分开，但是又不能分得太开，所以这样呢，你看，就在这前面就有一个柿子，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基本上他们就是用这个缝儿别到这个树杈上，然后这样用这个力量去扭动。哎呀，瞧瞧，一个柿子就摘好了。不过我这个离着小韩太远了，就没法递给他了。韩大哥，我丢下去了。为了能更好地和在树干另一端的韩立峰交流，我们的一位摄像师和记者在几乎没有落脚之地的树干上多次尝试，才最终得以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站位。哎呀，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点位置，我们能跟这个小韩在同一个画面里面交流，真特别不容易。上来之后手摸到树干才发现这个树其实很潮湿啊。你上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滑啊？是的。那你从多大的时候就开始上柿子树呀？也是刚学会的。刚刚学会、啊、你今年几岁了？十九岁。19岁就要在这么高的树上去感受丰收的喜悦，其实还是挺冒险的。那像一到柿子熟的时候，你每天得上几趟树呀？上两三趟吧。两三趟、啊、一次能采多少柿子呀？那搂着一搂着。那像你们村子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摘柿子呀？啊，是的。所以你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危险的工作是吗？哦，已经习惯了。主要是今天的风也特别大，这个风一吹起来的时候听到沙沙的树叶响声，在平地的时候觉得特别的享受，但是在高处树枝也跟着颤动，人就特别紧张了，一定要小心啊。高空作业十分危险，但19岁的韩立峰却显得自信满满。安全起见，为了不影响他继续采摘，我们没有过多的打扰他。和他一样，周围其他高大的老柿树上也都有村民在忙碌，大家都身手矫健，选取好一个树杈站稳后，高高举起长竹竿，一推一拉一折中，柿子就被摘了下来。还有操作娴熟的不用竹竿，直接用手采摘，一会儿功夫就能采下来满满一箩筐10多公斤的柿子。韩国栋说，像这样一棵老柿子树，每年都能摘大约300-400公斤的柿子。好沉好沉，我看这柿子都长得特好，你看看，基本上都特别光滑，也没什么虫眼儿哈。对。但是这个树你们现在平时还打理它吗？不用打那个野剂。也不用打药。啊、哦，它自然它就。啊。它这个树耐旱，不睡觉也可以。哦，也不用浇水、哎、也不用打药。对，所以这个柿子也是那种纯天然的了。鳌头村地处太行山西侧，四周群山环抱，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滹沱河从村中流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这一带的百姓们
在两三百年前就开始种植柿子，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每年都能看到红浪翻滚的柿子丰收景象。这个黑枣，黑枣，黑枣它有这个柿子树这个根源，就是黑枣，掉下地下，粘贴苗苗，再接上那个嫁接以后，才能结成这个柿子。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黑枣，它学名君千子，也就是很多地方俗称的野柿子。君千子性温味甘，含有13种氨基酸和36种微量元素，堪称天然的综合维生素丸，对延缓衰老、增强机体活力、美容养颜都很有帮助，所以又被叫做营养仓库。你瞧瞧，真的跟柿子的感觉一模一样，但是它特别像那种单个单个的葡萄粒儿一样，尤其是像这个已经有点黑的了。对。那它要长到什么样才能吃呀？长到发黑、锈了。哦。酸锈了，哎。皮都皱了，干了，哎、有点像葡萄干那样。啊、哎。你看里面，其实也跟柿子差不多，像熟透的柿子一样。嗯。这不就是柿子一个味道吗？嗯，有点区别。有点区别。啊、嗯。但是为什么你们都不趁这个正好吃、正新鲜的时候吃呢？那个不到时候。是吧？原来这一带柿子好吃的秘密之一，就是与黑枣嫁接。带着刚才的战利品，韩家父子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家里看看。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鳌头村，现在共有84户，200多口人生活在呼图河畔。金秋时节，柿树摇曳，河中的芦花在微风的吹拂下雪花般舞动着，古老的小桥掩映在白杨林中，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能够生活在这样美丽的地方，应该是很多久居都市的人们所向往的。走进小韩家，干净整洁的小院里浸着秋天的芳香，圆圆的柿子透着股雍容华贵的富态香，似乎在提醒人们离岁末将至的那场团圆不远了。中国人历来就有以食物提醒时节的传统，这预兆丰年的柿子就是人们眼中代表事事平安的吉祥果。一般你们这个柿子拿回来之后都怎么吃呀？我们现在是拿好来磨碎一下辣香，放那个3-4天。那现在这样切成块呢？那得晒的，晒干，晒晒成干之后，然后就是跟我们吃的那个柿饼一样。对，是。柿子原产于中国，已经有上千年栽培史，1000多个品种。盂县柿子虽然名气不大，但得益于太行山的水土滋养，这儿的柿子汁水十分饱满。我们家还有干软柿子，过去给你去啊。软柿子呀？对，软的。哦。前几天就泡好了是吧？嗯，对。啊、哦，哇，还有软柿子，谢谢谢谢。好吃呢。呀，这个真的是不一样了，放到这儿就可能发现不一样，特别特别的软。哎呦，我都感觉要拿不起来了，你看，像红灯笼一样，而且就感觉都有点半透明了。你再看看我拿的这个刚摘的柿子，完全不一样，这个就还是硬硬的。嗯。哇，像加了糖一样，甜甜的，对。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是可以用一个有点不恰当的比喻来说的话，特别像这个皮里面包了甜甜的柿子汁儿。因为你都不用把它咬开，你看我只是简简单单的戳了一个小洞，然后一嘬，整个那个果肉就流到你的嘴巴里去了。但这个甜度真的是跟普通的柿子不一样，我觉得很甜。嗯。这热情的一家人告诉我们，鳌头村耕地面积少，村民们的经济收入基本都依靠外出打工，但大家都觉得鳌头村的自然风光很美，希望未来能在家开办农家乐，吸引更多外乡人来村里玩。我们也祝福村民们，愿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他们，日子能够像挂在枝头的柿子那样，越过越红火。
明月照在高鳌台，梦里驼铃一阵，醒来桑田沧海。谁还在挑灯风衣，将家书托于幽无差，谁在吟唱那首出塞，一腔血誓中澎湃，却伴我长风万里，无千载平仄洁白，一方青砖一曲婉约的词，山河如画，水云间，悠长天籁。高山之上，感受气象人的工作之闲。怎么样，杜师傅？弄不动呀！五台圣境，体会佛教圣地的庄严殊胜，品尝特色美食，品味五台人平和的日常生活。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长城内外》第54集，恰逢五台初雪，敬请期待。